小伙伴，欢迎回来小飞侠的游戏实况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玩这个木头人闯关的小游戏。那么现在进入我们的游戏，现在这是个靠上下左右来控制的游戏，有点像之前的那个瓦罐人啊。这个游戏要注意，我们不能用这个，一定要注意啊，我们不能背部让它着地，然后上下左右来控制它。好险好险好险，我们走起来，按上键就W 也可以， WSAD 也是可以的，一样的，我们就用上下左右吧。哟，慢点，哇，这样爬也是比较安全的。好，你比较厉害，你厉害，你这么爬是吧。好，停，No， 好，停，我们第一关就这么难吗？要玩的可能又需要让我心态爆炸。什么情况？哎，我现在会了，我现在是一个骑独轮车的木头人，给大家表演一个上坡，好不好呀？好不好呀？上来了！这个坡怎么上？这个坡上不去啊？这个坡怎么上？这么上吗？No！差点点，给他点缓冲，或许可以，给他点缓冲。哇！这游戏可不可以跳？哎，可以跳哎，居然！那我们来试一下第一关，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过去。慢！我刚想说慢一点，慢一些，好的。来，别，好，这么上去，啊，非常漂亮。好，一口气给我冲上去。这个杖子，它这个手杖一触地，它就会弹起来。你看，它就会弹起来，非常难控制。第一个小坡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嘛，是不是？第一个小坡肯定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这个坡是个关键啊。这个坡我想想怎么上去啊！好，来，我跳，大哥，喂，哦，好险，先缓一缓，先回来一下，好吧，你先回来一下，好，准备走，准备出发。No！ 这么难吗？再来一下。冲啊！哦，太难了这个。过来了！我就向前趴，向前趴。有个小石头挡住我们，但是不要紧啊。啊，顶着它，好。小石头很烦，叫不！我们好厉害，牛逼！我们跳来了，一下子过了好多关。还好不是重新开始，是从这里开始。不行。慢一点，对，最后只要，好，这里是，好，可以，我们直接跳过来，牛逼，别往后跳，这跳有点难度，本来竖起来的时候跳，把这个手杖给勾上去，好，跳，跳。好，掌握这个技巧，我跳，没有事，脑袋不要着地就可以了。起来，往前走，好，厉害了，起来点，
铲着他走吗？我还会翻跟头，我以为我还会翻跟头来着的，铲他，走，我跳，直接跳过这个蜗牛吗？走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要把这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哇，空中转体，牛逼你！我跳，哎，给我勾下去，摔了下来。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游戏？玩的我心态爆炸。哎，这个蜗牛给我，处理，走，我跳，什么情况？我的头是不能碰到任何东西吗？我跳，啊！这个姿势都给我出来了，跳！我头还不能撞墙，哇！一次比一次难，我跳过它，牙，我连小蜗牛都过不去了，冲啊！它就下来了，完了！我知道了，现在一定要把它铲过去，停住了。好，这样走啊！我的键盘要被我按坏了，把它怼过去。你这个蜗牛有毒，冲啊，把它怼过去，然后我们跳过去。好的，脑袋别着地。给我过去，哦，冲啊，把他给我怼过去，冲，什么情况？小蜗牛，休想拦住，我这脑袋撞到是什么鬼？我这个脑袋若不经风，把它给我锤过去，把它给我敲过去，好，把它给我敲，不科学，你这只臭蜗牛，我要爆炸了，冲啊！挤过去，好，这次一定成功，我手指头的按抽筋了，我这手指头。好的，想办法起来，跳一下，脑袋着地，no！还看我能不能过了这关，在有生之年，给他追过去，给他杵过去，好，给他挑过去，可以，厉害。完了，你又给我卡着了是吧？这个东西又给我卡着了是吧？什么情况啊你？跳，好的，过来了，我再跳，别，好险！Oh no！把它挑开之后我再跳，头碰到了吗？挑开你走，冲啊！休想！好，稳住他，
OK。哦哦，一不小心，一不小心就这样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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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跳，哦，跳开它，跳开它，好跳，我再跳，我再跳，哦，过来了。第二只蜗牛是吧？你给我闪开，你给我，哎哎，可怕的游戏，把它戳下去，好，把它戳下去。我跳，我在跳，我按，哦，哈哈哈哈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呢，就先玩到这里。各位小伙伴，不要忘了订阅，就让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